Abraham 啊 ，Abraham 细佬，老母话呢个拜六北部过间圣祖涉老人院，想话去台广府大戏俾班老嘢睇，我哋当做圣母军功课都好。等我拉埋班靓女团员，做翻了老七果出，被香港班摩罗叉屌到七彩嘅，今地回西施俾班老嘢睇。台下睇嘢，台上就杀嘢。boss 哥，博细哥，大佬，灵性廖合怀系中华民国广东省南海县西樵人士。佢响大戏台专做丑生，按日爆肚，笑死人冇命陪。30年代响省城已经拉业忽弱，李小龙个伯。Yeah.李海泉，上海每隻老半日安，被人称为广府大戏四大名丑。佢嘅徒弟有王千岁、许英寿，拉佢个舅仔谢君苏，仲有一个叫新廖合怀。堂细佬系五金商人廖锦全，扮个咁捻出名嘅大老冠，你得唔得噶？Abraham。啊，阿咸细佬，呢条有个样成个吊招金咁样衰，所以向果出本地状元树扮马风路就真系合晒河车。我咁靓仔，唔好话啲恩赐态度喺水流，我谂连啲恩高态度我都要打飞机啦。廖合怀有铺卖古玩人，仲几苦赖大镬。够摆响省城十八府，佢够胆死啦！南天王赠买心头号，搞到陈将军嬲到要罗碌弹板枪嚟搞掂佢。又有一摆响香港中央帮大李年做大戏，好似亚仔马胭脂、孟姜女哭奔万里长城、立金地会西施，做完正本换翻套短打。大翻定街铺，搭巴士车死落湾仔行街街，淋住死落春园街、太原街果头挂古碗，点能知成隻中瘟鸡咁向交家街撞狗到一个大天椅个春袋？隻仔以为佢有心杀嘢，廖合怀到之需即刻死疏哩哩，点知靓仔唔捻手，一手差捻住佢心口。要请佢也斗取窝面，呢镬杰点能知正要落手过市，俾条叔父认出佢系大老冠，话好荣幸俾佢插春袋，仲请佢也买万饭至俾佢翻归演买出手本戏。Abraham 啊，阿咸细佬，呢的都系佢性急拉自苦之过，响佛历2473年。佢啦日月升班向中华民国广东省台山县成祖果出，为情颠倒。有长戏讲佢做嘅白姑佬对住班斗机讲古仔，点能知佢爆肚唱。民国日报记者二文字敲竹杠甚于贼死打单。当堂激嬲咗班记者大佬话佢肥胖，搞到要佢登报道歉兼向舞台上当众认错。本来照做咁咪算捻数，点能知佢有衰多口。向10月29日礼拜三晚向舞台度话唔捻关佢事，唔系佢家机登报道歉。班记者大佬就去县政府报案话要挞佢。向中国人嘅社会，边个大声搭马就边个赢，吓到廖合怀即刻棚尾拉伤着草松人。响10月30日礼拜四早5点搭广新省道，想话死返省城被下风头，点能知只艇向朝早9点开到公益河，就俾马打截住只艇，由公益塔坐佢返台山县城提堂公审。佢自死死气认做契弟，由朱玉佬、
邵新权拉佢做担保。到晏昼五点之放人，即刻鸡揿脚死返省城。佛历2478年暑假，廖峡怀拉入月升班，向上海返落省城。最初埋是老贼郭先升班，后来埋小武新靓就过班。boss 哥，博细哥，大佬，唔止咁呀，喺佛历2480年，廖峡怀当选为省城百和会馆戏剧委员，就举出十项条件，以拜掩例逼班省城戏院商改善戏子零工待遇，就得罪咗班老细。八月七日礼拜六晚八点，俾人卖起嚟喐佢，叫班烂摊流来向省城华盛顿餐厅打佢，伤咗对奶奶。又有一摆，新马仔向香港开班，想出笼了，要廖峡怀扮女人做红娘，想话笑死班观众。廖峡怀心谂染单银剑影响大戏台，做红娘都出晒名叫新红娘，自己点捻得噶？就粒声唔出死返省城，拉佢班老死女玉郎靓少佳黄仲黄落西关饮花酒，过晚响香港开锣鼓，屌佢老母个臭花系女主角失常，吓到新马仔飙尿，唯有要原本扮吹恩恩嘅艳丹罗丽娟顶上做红娘，拉张玉京梁以中个千金梁素琴做吹恩恩。过晚就紧系俾班阉尖观众屌到七彩大叫回水，累到新马仔舌到眼坦坦，闹到要扣起廖峡怀拉佢妻扣谢君苏啲戏金拉衣裳。人生就真系无常，佛历2494年一月五日同六日，廖峡怀死返入肺区，响省城西关长寿路乐善戏院彩台版。拉路马、徐仁心、黄君武、陆云飞、邵新权、曾三多、邵飞鸿、颜铁英、林冲、张醒飞、冯霞云、叶忽若、孔秀云、白玉兰，齐齐以掩筹款嚟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嚟对抗入侵嘅美军。呢镬应该系廖峡怀最后一摆响省城演出。年尾帮暴星剧团响香港东乐中央做佢家记编撰嘅《火烧瓦房宫》，立风萧萧系逆水寒，佢做翻惊愕。临唔到呢次系佢最后一摆彩台版，跟住佢就验到生颈癌。响佛历2495年六月十六日礼拜一晚，响黄大仙屋企也过碗麦皮做最后晚餐。睇睇下报纸就瞓着咗，睡梦中俾上帝揾咗佢翻天堂倾偈。第二朝至俾屋企人发现挂咗老衬。六月二十日礼拜五晏昼两点万人空巷，响香港岛湾仔万国殡仪馆替佢出殡，然后响加路连山道惜别停辞令，条咸鱼最终葬落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。